金星当时就找着北了。你那是突然出手，把猛虎打个措手不及，真上了擂台啊，你就没机会了。哎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你看我这拳头，啊，跟巅峰的时候比起来差不多啊。我看啊，我应该办一个退休拳王复出赛，让我那些老粉丝们怀念一下我过去的英姿嘛，对不对？要真等掌声变成了嘘声，可就没那么好玩了。其实啊，想想辉煌过也就算了，毕竟曾经拥有嘛，也算是有个念想。杨爸，杨，来来来，把衣服脱了。啊？把衣服脱了。脱了呀。嗯。哦，那天你打完拳，不是全身又是什么血呀，又是汗的，肯定没洗澡，对不对？现在应该不舒服吧？来来来，拿着拿着，我给你脱啊。嗯。不是你脱得这么熟练，你是经常给人脱啊？嗯。干嘛呀？我给你脱衣服呢。你别脱！哎呦，我帮你脱，要不然 你去给别人脱，你去给别人脱。你又说什么呢你？什么给别人脱啊？我只是课余时间在学校附近的医院打工，帮人擦擦澡，我就是赚一些生活费而已。是这样啊，不然是哪样？哎呀，倒是你啊，没想到你还会脸红啊。也是交过女朋友的人，没让人脱过衣服啊？没有啊。没有啊？没让人脱过衣服，也没有给人家脱过衣服？啊？不是，女朋友是女朋友，媳妇儿是媳妇儿，好吧？没事，一男一女，我给你脱，你给我脱，像什么呀？哎，杨杨，那没想到你竟然是这么迂腐的人啊！哎，来，大小胳膊。哎啊！现在像我这样迂腐的人，估计全世界只有我一个。可
谁说的呀？你眼前不就有一个跟你一样迂腐的人吗？你追过去，我给你擦擦背。好嘛，我告诉你啊，冷子辰同志，你现在做的工作可是我未来媳妇儿做的，你把她的活给抢了，你得负责任，要不然我可不让你走了。我负什么责任呀？我是医生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。别乱想。喂，张妮，怎么了？喂，子辰，你今天晚上还回来吗？魏明都打了好几个电话问你有没有回宿舍了。不用理他，李虎住医院了，我现在医院照顾他呢。谁呀？啊，你的邻居哥哥生病了吗？是在哪家医院啊？我也想去看看他。你不用来了，没事儿，他皮糙肉厚的，很快就好了。快期中考了，你别忘了回来考试啊。嗯，好。拜拜。嗯，拜拜。那个，你要不然就回去吧。我这没事，你赶紧回去复习考试了。哎呀，我走了谁来照顾你啊？你看你都这样了，再说了，我成绩很好，你不用担心。我一次不去啊，不会挂科的啊。不是，我知道你成绩特别好，一次不去不会挂科的。嗯，但是影响到成绩，你到时候期末考试奖学金不就飞了吗？我哎呀，我就不用担心了，是不是？我皮糙肉厚的，从小就被你哥当沙包的，打到大了，我怕谁？还有那个，你爸爸，我爸爸这么多人都在照顾我，那 OK 的。好了好了，你快走吧。哎呀，快走吧，快回去复习。你确定能照顾好你自己？确定确定。那我走了。那个，谢谢你今天给我擦身子了。你不客气。那好，拜拜。那我先走。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啊，你照顾好自己。我照顾好自己。拜拜。快走吧。